嘉义县警察局整合嘉义打诈队两零，以跨界合作方式办理各种反诈骗宣导活动，搁伫咧全民反诈日结合庙宇，共同宣示全民反诈的决心。目前伫新港洪天宫、埔主配定宫、家己店家便衣等处，拢会当看到伊由董事长、院长等领袖以诈骗集团惯用手法所拍片的反诈宣导影片，期待以结合百工百业领袖为首，共同宣示全民反诈决心，以及增强民众防诈意识，以降低民众被骗。嘉义县警察局为防诈资讯跳出同文层，积极整合嘉义打诈队能量。包含县府各局处、含乡镇市公所及辖内百工百业，以产官协跨界合作方式办理各项反诈宣导活动，更于五月五日全民反诈日，结合所辖在地庙宇，由董事长、主委等人于庙前广场或适合的地点做共同宣导全民反诈的决心，其余整合。文化、宗教、信仰、能量，透过无距离、接地气、地毯式广泛散布防诈信息，并融合在地文化生活习惯，使触及层面广大至铺天盖地。而目前在新港奉天宫、埔子、配天宫、嘉义长庚医院等，均能看见由其董事长或院长等领袖。以诈欺集团惯用手法所拍摄之反诈宣导影片，其已结合百工百业领袖为首，共同宣示全民反诈决心及增强民众反诈意识，以降低民众的被害。该县警察局局长林宏祖表示，假投资型诈骗目前高级民众被害之首，歹徒大部分假造讲是专业理财顾问，或者是利用民间的肖像设立投资群组，发送稳赚卖了高报酬等等投资广告资讯，并且以基金、虚拟货币、国外债券等等的名义诱使民众落入诈骗的圈套。当民众想要领出投资获利的时，诈骗集团立即删除投资群组，并且关闭联系的管道，提醒民众千万人袂教你趁钱，千万唔通听信歹徒诈骗的话术，而投入大笔的资产，落得血汗钱被骗了了。民众有疑问，会当拨卡105反诈骗专线咨询。新新闻就来先，嘉义县采访报道。哇，多给你一个。透过晚酒超市，它的通路在我们台龙花这家公司帮忙，所以整个可以跟日本的好朋友分享。台湾の嘉義県で作られたパイナップル三つ編みです。嗯，確かにちょっと硬い部分があるんですけど。雲ジャンビアン知事と生産者のチンインディエンさんなどが訪れ、パイナップルを品。这样的凤梨有着两国的情谊。那这样的凤梨有两国之间彼此互相关心的那种温暖，我们希望就要像两国之间的感情一样，可以长长久久。希望日本的好朋友大家会喜欢蜜柑味。浩志，这真正不重要。这对我来讲，这不要紧。哎呀！就算是演戏，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。啊，唔挂绿灯呢。有上是车顶，嘛是爱行行人穿越设施哦。亲子爱行车，这不要紧。过车路爱记的停、看、听。过车路，请走行人穿越设施。你我安全上要紧。骑车不只是个移动方式，更是一种国民运动。时速15公里的速度，再次感受台湾之美。我是交通部长王国材。2023世界自行车日，单车游程嘉年华，6月3号，让我们一起相约骑车吧，不见不散。